恭喜2022届毕业典礼优秀毕业生罗一舟发言。北京十三好学生，北京市优秀毕业生，中戏优秀毕业生，小罗真的不错，而且好会说。我们不仅要眼中有光，脚下有力，更要心里有底。在未来的艺术实践中，我们要做的除了仰望星空，脚踏实地，还要自学坚定，文化自信。这不仅仅应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呼号和使命，更应该是我们同意的